你好，你好。走开，走开，没有理。哎，不是，我是王阿姨介绍来的相亲对象啊。王阿姨介绍的都是什么人呀？真晦气。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。不必了，我有事，先走了啊。哎，你别走，别走，我送你。烦不烦呀？我要你送，你一个臭乞丐，没点自知之明啊！赶紧给我滚。哎，那我走了。嗯。那个。其实如果您不麻烦的话，送我一程也不是不可以。不顺路，太麻烦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过去点，过去点，过去。闲着嘛。姐姐，借我装个表。嗯，姐姐，谢谢你啊，装完了，我该走了。长这么帅，你还想走？小王，赶紧给我把车锁了。是。哎。给点钱吧，爷，给点钱吧，爷。哎，兄弟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这你都不知道，巴比伦的老国王在给他女儿征婚呢。那新娘子老漂亮啊，有多漂亮？带我去看看呗。这臭乞丐，你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兄弟，都给你，带我去见见世面嘛。行行，走进去，别乱说话。哇，这巴比伦公主可真漂亮啊！要是征婚能选中我就好了。哎，爸可别乱说啊，臭乞丐。哎，欧洲文明帝王豪少爷来了！豪少爷啊，豪少爷哟，巴比伦国王，女儿长得不错嘛，哎，把她嫁给我吧，我的实力你又不是不知道啊。等我成为千古一帝，好处少不了你们。爸，我不喜欢他。且慢，你没见他不喜欢你吗？哦，原来是小周啊。当年跟我争夺摄政王失败的废物啊！哎呀，公主不喜欢我，但是喜欢你吗，臭乞丐啊！我看一下，哦，这个臭乞丐原来是个王国骑士，废物，一个爵位都没有啊！在这里口出狂言，来人啊，把这臭乞丐给我插出去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臭乞丐，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现在虽然只是王国骑士，但我选的可是亚洲文明，所有文明中建造速度最快，快速升级城镇中心，提高大学等级，迅速提高士兵等级，能更快的训练出大量士兵，成为千古一帝也只是分分钟的事。哦，哎，小乞丐，我也想加入亚洲文明。现在点击左下角链接就能和我成为盟友，还能领取我周某人的专属大礼包，总有一天你也是千古一帝。哎，我马上去领，马上去领。哎，小伙子不错，我女儿就嫁给你了啊。哦，哎，还能这干嘛？把他给插出去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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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曹经理，咱们物业不是一直缺个前台吗？我表妹，你想办法给安排一下呗。你在这里当个队长这么多年啊，你是知道我为人，我向来都是铁面无私。你想在公司搞这种裙带关系啊？我熬第一个。好的，同意。来包麻的，来包麻的。啊，这边正带没？带了，带了。这边又有的。谢耗子，谢耗子。同志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们这个园区的物业能不能由我们公司行吗？我们公司都要走正规流程竞标的。正规流程我懂，这个车也是流程里面的。董事长，还有还有，嗯，看你们物业公司的服务也不错，就让你们干了。感谢，非常感谢，先走了啊。嗯，秦总啊，刘部，你看这个工地马上就完工了，听说周帮主又投了几块新地皮，能不能让我们接着搞？这些你回去等通知啊！哎，这里有辆豪车，还有这些房产，下一次。公司明确规定不准搞这些，你是不是嫌你做的太长了？哎，懂的懂的，兄弟，明天集中拿好啊，这把烟你拿去。我们回去等消息啊。小邢啊，这会格局打开了吧？啊，对。哎，去吧，搞这些人全开了。是。这烟是我的。哦。嗯。哎，小兄弟，抽烟。哦，是帮主，你们这个我批的，项目还可以，下去吧啊。帮主，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坐这就行了。小秦啊，各公司去年的财报都出来了，就你打理这家公司亏损啊，有什么想法吗？来的正好，最近公司这个风气啊，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我正打算开除一个部门经理，一尽效劳，整治下公司这个不正之风。哦，那你心目中有人选了吗？有几个，有几个，来来来。
那你看一下，帮主，你看看这个商务机，上班天天睡觉，跟个猪一样。这哪里来的东西？哎，打都打不起，把它开了。哎，商务的压力也挺大的，你让他睡吧。你看他什么？哎，他是我阿姨家老舅的孙子。别着凉了，来来来，看一下。帮主，你看一下这研发部主管。一上班就打游戏，一上班就打游戏，半年了，一个产品都没研发出来，刘总手又不开。哎，在游戏里找点灵感也情有可原嘛。王叔，你不能这么惯着呀！哎，你把他开了，我大姑会找我麻烦的。下一个。喂喂，还有几个男友？有十个。哟，行家呀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哎，王叔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这是人生的事吗？这是在征集面试吗？必须开！哎，人事经理也是为了公司着想才问这么详细的嘛。这怎么行啊？你今天别难得，我一定好给开。哎，别，他是我表弟呀、啊。帮主，我们这公司的风气无论如何都得整顿。小晴啊，我倒是有个想法，但是需要你配合一下。帮主，只要你开金口，小晴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小晴啊，谢谢你的配合啊。还有你啊，哎，妹妹。把这个填一下。你谈过几个男朋友啊？要你管。黑点钱吧耶，黑点钱吧耶。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啊，人带过来了。妈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别喊我妈，一个废物赘婿，我没带着。哎，老婆，妈怎么生这么大气？你碰我三年了，一点出息都没有，成天指着要饭，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，给我滚啊！宋明啊，我早就说了，这个臭乞丐他能有什么出息？也怪你们家老爷子当初分的，对方嫁好了啊！老少爷，老李呀、啊、已经走了，你就别生气了。现在只能你救我们李家了。后天那个荣耀大赛呀、啊，凭我们的实力，肯定垫底出局，被逐出四大家族了。还请你啊，多多帮忙。放心，只要这废物把离婚协议给我签了，把宋云嫁给我，我就立马去找小石和牙膏。有他们在，说不定你们还能拿冠军呢。成为短沙四大家族之首。哎呀，牙膏和小石就是那个国服第一的李信和貂蝉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王少爷居然能请到他们，有他们出马，我们李家一定能夺得头筹。大师，也不看王某人是谁，以后啊，只要把我伺候好了，别说短沙，就是整个乡省，你们也能只手遮天。谢谢王少爷，谢谢王少爷，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来，让他把这个离婚协议签了。袁快卷，滚！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妈，老婆，他们是骗你的，他是骗你的，我。石元刚刚。哎呦，您二位亲自出手，我李家荣幸之至啊！感谢，感谢。要谢就去帮主吧，要不是帮主刚好在你家，我们才懒得管你们呢。出去给他收拾好了，妈收拾好了。我就一个盆，我就一个盆，收拾好都走啊！哎，家总是什么情况？家务事，家务事，别影响二位的心情啊！小琴，把这个臭乞丐给我赶出去！是，哎，住手！帮主到底什么情况？他们逼我签了离婚协议，已经把我逐出李家了。还有这事？算了，家人是文武，来人，把李家逐出短商。是，哎哎，帮主。哎，没感觉呀、啊！你给我等着！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ese. Who am I to disagree?